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荣，欢迎收看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第32局。好，下面呢我们进入棋谱。好，黑棋新小目，白棋二连星之后挂角，拆在这儿，这个是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一种人类棋手的布局啊。那么在阿尔法围棋出现之前呢，那么我们的下法通常下的比较多的分头打散，因为黑棋大贴目，所以把棋分割成小块小块的下细棋，分头，或者呢，比如说这样挂角，这一类的下法，都是属于很普通、很常见的。那么这盘呢，阿尔法又使出它的招牌动作点三三，当然这步点三三在现在来看呢。人类棋手也是广泛的接受和采用，但是在阿尔法之前，在这么早的时候啊，黑棋两边都没有子的时候就去点，还是相当有新意的。现在呢，变成是现在这部曾经是很有新意的棋，现在变成是怎么说呢？又变成一种。流行啊，流行时尚了，可以说。好，这盘棋呢，跟前几盘相比有一点特别的地方，黑棋没有采用这个飞的下法，没有采用飞。当然，现在黑棋飞也是完全可以的，走成这样之后脱先抢大场，这也是很合理的啊。那么。这地方如果按最普通的最原始的思路搬长的话，那么白棋会这样下，当然也不说黑棋这样下就不好啊，应该也可以下，不过呢，白棋的意图是先把角地拿到，再抢到这个分头，限制黑棋外势的发展。如果白棋往这边慢慢的拆，搞不好黑棋这块呢还眼位还不全，白棋以脚步为根据地进攻对方的外势，这个是白棋的想法啊。如果往这边拆的话呢，又太窄，围空围的太窄，不足以发挥这个黑棋外势的作用。这盘棋的实战呢，它没有飞，也没有搬，而是单长。实际上这个单长，白棋如果跟着爬的话，黑棋恐怕也要扳，那就还原了。当然黑棋也有再长的可能性，我心情上总是想扳。实战黑棋单长呢，就引发了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白棋跳出。白棋这地方呢有三种下法，跟着爬、二路飞和跳出，这三种下法应该是都可以啊，应该都可以。白的跳，黑棋呢压，如果现在冲断，白棋是不怕的，冲完黑棋断哪边好像都有不舒服的地方，断里边不太合适，被白棋吃掉。在现在这个局面的话呢，黑棋争子不利，争不掉这颗子的话，这白棋脚上已经活得很扎实了，这样黑棋没什么意思。断外边的话，白棋也吃掉，黑棋吃脚上两子，虽然说实地上有收获，不过白棋外边也很广，也许现在就贴起来，也许呢先守一守。外边也很广阔，踢掉这个子呢眼形丰富。就在
阿尔法的棋谱里面，或者说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点三三的棋谱里面，就是还是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么早白棋这么广阔的时候黑棋去吃这个角，所以跳也是可以成立的。你冲了既然断哪边都不怕，那么我为什么不能跳啊？黑棋压一下，白的往前长，黑棋先压之后再冲断，这个次序比较好，再冲完断这边，这个时候白棋就不能吃这个了。如果吃这个的话，被黑棋把角上一吃，那就等于我们刚才是下成这样这个图啊，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角上点三三之后的定式了啊。局部来说呢，也很难说谁好谁坏，只是要看配合。现在呢，白棋很广阔，所以黑棋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如果这两个子交换，黑棋压的时候，白棋没有走这个，而是在这儿走了一步。如果走成这样的话，明显这两个交换黑棋便宜太大，白棋明显不行。所以黑的压冲，所以黑棋再断的时候，白棋不能吃这个，而是要接上这个。这地方围棋就是这样啊，先压完之后呢，白棋就接上这个了。如果你不压直接冲断呢，白棋就吃掉。压完之后呢，从现在这个棋形的角度来讲，这个打吃黑棋就变得亏损了。所以呢，白棋接上是为了让这个压它变得亏损啊，你不能吃掉，让它变得白白的来个先手便宜。接上，那么这时候黑棋爬二路呢，显然有点不合适。虽然阿尔法围棋很不介意爬二路，但是现在爬的话呢，恐怕也不太合适。这个白棋长到这儿，黑棋爬，白棋是应该是可以扳死它，会被扳死，根本爬不出来。所以呢，顶是首进啊，棋形的要点。白棋不能往外拐了，往外拐被黑棋渡过。如果长的话，这一立脚又死了啊。这里抢先手这样下脚，但是呢，黑棋哪怕就补一个啊，或者拐这个，当然也想不到。这样呢，白棋脚活的又非常小。脚上目数很小，外边一块孤棋，这显然白棋不行。所以白棋拐吃，黑棋挡住。那么黑棋跟单压相比呢，先把白棋打下去，这个总没什么坏处啊。单压的话，白棋就长出来了。等于先把白棋往下往二路压迫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下一手，白棋拐。这个棋形在这个局面，这个棋形在阿尔法围棋自战的50盘棋里面啊出现过不止一次，它都是选择拐的。现在其实按照我们普通的想法，在这一带分头也是挺大的。黑棋这有个外势啊，这一分头的话可以限制黑棋外势的作用。他就是不愿意拐的意思，就是不愿意被先手打吃一下。先手打吃一下，在上边黑棋围控就比较容易了。他又把这个打吃给逆收了，他认为这步棋逆收的价值甚至比这边拆边还要大。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也许他认为这个拐这样下的胜率比在这一带分头要高。
那么黑棋当然是拆。如果再跟着长白棋这一拐，就先手便宜了，再分头。所以黑棋拆。好，接下来呢，白棋打入，打入，黑棋压，压也是比较强的一手。对付这个打入进攻呢，可以考虑的棋大致从这边尖顶，上边飞正和这个压住，比较容易想到的棋。如果从这边走的话呢，白棋可能就硬长出来。黑棋这块毕竟也没有两个眼，搞不好如果被白棋反攻的话就很不妙，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排除。那么靠压比飞这个呢，应该说会紧凑一些。飞的话，白棋一小飞，感觉会活得比较舒服。靠压，白棋如果搬的话，黑棋肯定会长。白棋拖应该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扩大眼位啊。黑的如果立的话，外边贴起来，黑棋会不舒服，所以大致接上。白的这贴呢也贴不出去，黑棋搬完连搬可以都包住它。那么我们大致上可以预计，如果白棋直接在这里做活，可能就会下成跟这个差不多这个样子吧，或者跟这个大同小异，下成这样。白棋活是活了，目数呢活的也有限。黑棋外边非常的后外是非常壮观，跟这边配合起来呢也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如果都围成空，效率相当高。白的这两块加起来也没多少。所以黑棋靠压是比较紧凑有力的一个选择。好，那么我们来看白棋怎么办。下一步靠这个招牌的阿尔法式动作又出现了，靠这个我们已经多次见到。黑棋大致就是退长搬和搬四种下法。搬这个呢，白棋转到脚上活得太舒服了，黑棋一般来说是不肯这样损失地，因为不敢乱动。大致本手就是接上，白棋活得会比较舒服。那么退这个当然也是一种下法啊，但白棋靠让黑棋退一个，白棋总感觉不会亏，再跳一跳之类的，这个也有白棋先手便宜了的感觉，把黑棋压低了。白棋并不是非得活这个子不可。那么长这个或者搬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下法啊，当然包括这个退也可以考虑。长这个不知道白棋会下什么，也许会在这里就长一长扳，这样走出一块，或者这个就当便宜了再来动这个，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么实战的黑棋选择的是扳这个，白棋扳一下。这黑棋必长，然后再搬下去，黑的打吃。这地方有点小小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非得打吃？单接实际上也是可以考虑的，单粘上也可以考虑。这两个交换对于黑棋来说并不见得有利，为什么要去主动交换它？如果白棋粘的话，黑棋是要脱先的，白棋肯定粘不到，是包括长也长不到，这也是后手，黑棋把那个糊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黑棋打吃完粘上，白棋显然不能拖了，拖的话这几个子就亏损了，所以白棋选择的是飞。那么黑的当然也不能去吃那个子，
吃那个字本身，被白棋这样连回来的话，白的太舒服了。黑棋这个外势如果只为这一点空，那是不够的。白棋这活的太愉快。好，所以白棋飞的时候，黑棋一定是要分段白棋的小尖。白的当然爬搬，这当然也不可能这样顶过啊，这样顶过这不叫棋，被黑棋虎一下，虎完再打挡，这白棋全都没眼，整个这里还只有半个眼，那这太苦了，这样活是不行的。所以呢，白的一定是要断，黑的打，再渡。好，我们可以这么看，这棋如果不打，当初不打吃这一下，不交换这两个，下成这样，等于这两个子交换，应该说很可能对白的会更有利一些啊，当然这也是差别很细微的，差不多，不会差太多的地方，但是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不交换？好，然后虎，这是正常的。这个当然必须得把白棋给封进去。必须得把白棋封进去。那么普通的想法呢是长的话呢黑的就贴住。白棋实战可能是为了活得更干净，给黑棋更少的更不给黑棋留下借用连扳。那黑棋当然要断打。白棋做劫。仗着自己现在有劫财，顺手这一接是劫财，然后回提，黑棋接上，白棋再接，好，这个当然要补，否则黑棋这块成问题啊，所以补一手。好，那么白棋这块活干净了，先手把这块活了，现在要看怎么处理外边啊。这几个子呢，白棋可以说是可以见机行事啊，可弃可取。因为黑棋如果就这么干去吃它的话，也就十几目，也不大。白棋千万别这么很重的往外逃，那恐怕就一步棋就吓坏了啊，这彻底陷入被动苦战。白棋呢？这个是比较恰当，黑棋要是去吃也吃不干净，而且呢也不大，黑的要不吃呢，他伺机往回连的话，这还带着一定的眼位。黑的二路飞一下，白棋呢一长是要把这块活的彻底活干净，不给黑棋留下任何借用的意思啊，挡一个当然也是活棋，但是呢，白棋可能是怕将来，比方说黑棋虎先手打吃先手，如果在，比方假设团又是先手啊，在外边黑棋没有什么，在外边没有任何借用的情况下，黑的这个白棋因为这一家有眼啊，那么黑棋立，白棋必须补了，现在必须补。补了之后呢，黑棋这一长，这白棋还得跟着爬，否则这拐下去又是先手了，这有立的立完跳进去的手段啊，立的时候白棋只能活脚，黑棋能吃四子，所以还残留一些让白棋不舒服的地方，白棋就索性把里边走干净，先长一下，这个黑棋必须双，然后再挡，这样就黑棋将来这个也是后手，
这一场跟外边的交换呢，对于外围肯定是亏损一些，但是白棋把这六颗子本身也就看得很轻啊，本身它也就外边这六颗子要不要都无所谓，所以把里面走干净。黑的当然不能这么去吃啊，太小了，这样下摆得很轻松，这块已经先手破掉，黑棋就如果被局限在这一点的话呢，是肯定不够的，要总攻。总攻，那么白棋这几个子呢，它很灵活啊，它不是这样去连，而是加，要借用。白棋要借用这几个子来做眼。黑的如果这么下，白棋应该是很好办，怎么着都行，哪怕就这么一步一步贴过来也挺好。就让黑棋局限在这里，然后白的走外边。这样白的也可以。总之这几个子十二目棋，白棋无所谓，你要吃就让你吃了。如果黑棋这么反击的话呢，白棋打吃应该能打到吧，也是顺势就可以，就是借用腾挪做眼。或者甚至就这么长，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反正这边比较轻，黑的呢飞啊，白棋不能这样下，这样下被黑棋往前一长，这就不太好处理了啊，把自己变得很沉重，负担很重。白的是轻轻一跳，哎，你如果冲吃的话呢？白的就打吃，也靠。在这将来这地方，比方说黑棋如果冲，将来这地方还有眼位。白棋这块棋要想制孤活出去，应该不算太困难。黑棋觉得吃下这个子也不是很满意，不算满意，所以黑的尖要封住白棋啊，这样一来呢，白的断打，这一下就变得可能，这就不是什么好商量的事情了啊，这个。黑棋刚才如果选择冲的话呢，可能这棋还相对很漫长啊，就看黑棋将来攻白棋能攻成什么样子，很漫长的一盘棋。但是现在黑棋表态要强杀，白棋吃在这儿，黑的这个强杀如果是不能凑效，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但是如果把白棋全都闷杀了，那就不用说了。好，现在双方表示要在这里决一死战，要在这决一死战。这种就是这种下法，在阿尔法围棋这50盘棋里面还是不多见啊。相对来说，双方就算战斗的话，那种也是很经常会形成一种很漫长的那种局面，现在在这好像就要一决胜负的样子。好，那么我们来看究竟黑的能把白棋一举剿灭呢，还是白棋能不能够制孤成功啊？黑棋并在这儿，
也是不想给白棋留下借用这种感觉，并在这白的呢往外冲，尽量要往外去找眼位啊，得去找眼位，尖刺。这个先手缩小白棋眼位了，白棋不能被冲断。那么刺一下之后，白棋的眼跟跳在这儿相比呢，白棋的眼就变小了。白棋在顶之前呢，先二路倒虎一下。一步步逼得黑棋实在是没有退路啊！本来呢可以冲过来，拿点实地，被吃了以后呢，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打了长过来的可能性。白棋这一尖，彻底分断黑棋，分断黑棋，同时把这个木数也拿掉啊！黑棋现在不能断，黑棋现在来断白棋的话呢，虎先手、扳先手这一做眼，活得太舒服。所以双是破眼的要点，这就不由分说了，一个是要杀，另外一个呢是要活。弯在这儿破眼，这也是一个要点。这步棋如果不走的话，白棋先手扳再扳，如果你挡，那么白棋接上这有眼了。黑棋最强的呢是退，反正脚上也是活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白棋已经活掉了。这个打赤是先手再一粘，这有一个眼，这又有一个眼。所以黑棋如果不在脚上走的话呢，不弯这个的话，他得把这个打掉。得把这个打掉，而且打的时候白棋也有粘这个的可能性。对，白棋有粘这个的可能性，这样的话这里一爬再一弯还是一个眼。可以看出来黑棋要想杀白棋，比方说黑棋在外边走一步要杀白棋，这个还是蛮辛苦的。白棋这个打赤先手，现在比如我先把这个眼做出来，黑棋要杀的话大致只能这样团。对，把白棋再从这边来寻找一些借用和眼位，估计黑棋也觉得没有把握。或者呢白棋提在这儿也行。这个都是先手黑棋点杀，这边有种种的保卫。而黑棋实战是弯在这里。那么白棋当然要往外逃了。这地方如果是这个实战下成这样，这个确实非常复杂啊，计算起来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黑棋啊，杀的一方要比这个做活的一方需要想的东西要更多。对于杀的一方来说，如果是人类来下的话，这黑棋难度肯定更大。好，靠住，不能让白棋，当然不能让白棋随便走出去啊。白棋呢靠这个，黑棋扳，白棋一定是已经看到了什么啊，否则的话这个是要靠出去还是这样尖出，这个白棋如果不是看准了的话不会轻易的做选择的。虽然尖出有尖出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一挤的话这明显有挖和断，但是白棋如果不算准了靠完之后有后续手段的话是不能轻易的靠这一下啊，然后再往外长。下到现在呢，如果说就是这样的局面啊，
这样的局面就能算清的这个观众，那肯定是怎么说呢？高手中的高手啊，非常的复杂。嗯，好。那么这棋局进行到现在，就是一个一方要杀，一方要做活，智孤和屠龙的对决，究竟谁能获得成功呢？我们继续看实战。白棋长出去，黑的挖粘是绝对的要点，挖粘给白棋制造一个断点，白的也必须粘上。然后呢，黑棋冷静于自粘，冷静的自己粘上。这个地方黑棋的气是相当紧的啊，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在要杀的情况下，如果这么下是不行的，这气全都紧住的。这个白棋冲这个是先手，我们看一下，这应该白的有很多的办法，嗯，冲这个是先手，这里有种种的断点，各种问题，我们来对，这样的局面。总之黑棋是先单粘，冷静的单粘上，如果这样下的话呢，白棋断这个，黑棋不能这么吃，也不能这么吃，我们可以看成黑棋气紧的情况，这样吃或者这样吃，黑棋都已经死掉，黑棋只能单加，那么白棋往外冲，挡的话被一粘也不行，只能粘这个，白棋接着往外冲，你已经断不掉了。这地方你如果断的话呢，气全紧上之后被白棋一避，就给避死了。那么黑棋先粘上，先不急着封，先粘上。白的如果补断，如果在这补断了，黑棋再封啊，这样黑的就没有问题，气已经宽出来了。那白的如果往外走，黑棋再把这个断掉，所以粘是一步冷静的，很冷静的一步棋。好，那么我们来看白棋怎么办，既不能在里面补，又不能这样拐出去，白棋现在靠这个，黑棋如果随手跟着硬，那么白棋就再补，现在再补，这样黑棋要封锁的话呢，难度就大多了。刚才是这样一步就封住，现在白棋靠到一下，外边就可以说对于白棋来说，外面这个东西就比较多了，比方说黑棋还是能跳，但是呢至少我们摆个简单的图就知道，至少白棋这地方多出一个眼来，这地方多出一个眼位来，然后黑棋断点，各种白棋可以借用的断点也会多很多。这一段如果再被白棋一断，先手收气马上就收活了，你如果粘这个的话呢，这边断完那边断，各种断点，外边黑棋很薄，所以靠一下肯定是有好处的，给黑棋多增加了断点，靠这个。好，那么我们来看靠这个黑棋断，白棋怎么办呢？刚才还说的还有更简明的啊，黑的如果搬的话，白棋实际上单切就已经逃出去了。黑棋断，我们可以看到这地方气这么紧，黑棋实际上是断不掉的。
叫吃，不能逃了，逃被一打吃，再一打吃，吃死。那么这里断不掉，外边又很难封锁，这黑的就不太好办。白棋靠很紧凑，黑子呢现在断，先断这个，现在断呢，白棋拐吃。如果黑棋长的话，黑棋实际上是不能长，如果长的话呢，白的打紧气再扑，打吃完一闭，把黑棋全部给闭死在里面。那么不能长，黑棋为什么还要断呢？它也有它的理由。断一下啊，让白棋表态拐吃，这时候我再搬，这时候你怎么啊不能接这个了啊？接这个的话就不对了啊，包括你长，这黑的这搬到一下呢，再长的话，我们根据刚才计算的路线图，打吃打吃扑打吃，哎，走到这儿的时候，黑棋这有个子，先一步把白棋吃掉，黑的快一气啊，所以断完再搬，避免了这个，避免了搬被白棋接在这儿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断一个也有亏损的地方，黑棋不得不先断一下，被白棋提掉呢，将来白棋打了坐，这里可以做一个眼，断一个有亏损的可能性啊。当然，白棋打这个，在做这个眼的同时，这边的眼位也受一点损失，但这也是黑棋唯一的，要想强杀白棋的话，这也是他唯一的办法。把这个也冲掉，把这个也冲掉，免得以后被白棋断先手之后打吃完了，在这一粘要做出一个眼。黑棋杜绝白棋做眼的变化，然后打在这儿，把白棋封锁进去。好，冲。办，这都是命令啊！黑棋现在进行到现在不杀也不行了。如果说现在回头的话呢，黑棋全盘没什么空，而且呢，这有断什么的，黑棋也谈不上什么，既没空又不厚啊，可以是这么说。所以必须得跟前面的下法连贯，强杀。白棋断打，好，再一断，应该说白棋当初靠的话呢，已经是，就是说，我们是搞不明白阿尔法围棋是怎么计算，或者说是它是怎么来运行，怎么来下棋的啊？照人类棋手的思路，这靠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想到现在这一段，否则的话他没有理由那么早就靠一下。好，黑棋必须粘，这是必然的。接下来白棋长，黑棋确实把白棋都围进去了啊，白棋呢确实也在里边，现在做不出两个眼，但是黑的外边呢非常的薄，可以说非常薄，留下种种问题。如果现在要补中府，如果现在要中府补一手，那白棋这跳下来这块跟这个对杀，黑棋显然是杀不过的啊。白棋可以考虑先打掉再飞下来，这黑棋没法跟白棋杀，做不出两个眼，气也明显不够。
所以呢下边还得走。那么走了下边的话，中间被贴，这个黑的也不容易处理啊。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被贴了之后是什么情况。那黑的如果普通的往外跳，那是不行的，被白棋一长，这要真吃你，这边一真就吃掉了。你如果走这边的话，这一挖又吃掉啊，滚包，打吃再包，包死了。跳在这也是一样的，白棋一长，你走不动了啊。补这边，那边被真吃，补这个的话，这一冲断已经死了，吃死了。所以直接跳是出不去。那么黑的现在要想出去呢，唯一的方法是先搬啊，苦肉计。这个呢，照一般的棋形的话啊，先搬这个被白棋断打，再一打吃，黑棋就是为了让白棋打这一下，解消那个争子的问题。白棋打完打吃呢，黑棋再加出去啊。如果是一般的战斗的话呢，这个被白棋拔一朵花，那白棋已经是收获巨大了，黑棋已经不行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黑棋只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啊，不管他多难受，只要能逃出去，两边都安全。那么黑棋毕竟把白棋这一整块杀掉，这还是收获巨大。所以在黑棋扳头的时候，白棋并没有去愉快的拔这朵花，没有去愉快的开花，而是冷静的弯出来，继续跟黑棋战斗。这样的黑棋扳到一下再往外冲，这就暂时来讲呢，黑棋是两边都保住了，这边也出头了，那边呢也避免了争子的问题。好，看起来黑棋是脱险了。如果黑棋一旦脱险，白棋不就全死了吗？但是呢，白棋还有，接下来白棋还有后续手段啊。这一靠呢，问问黑棋走哪里，问一下应手，问问黑棋走哪里啊。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黑的，如果是长这边，长这边的感觉对外边会有一些好处。如果长这边的话，这个粘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黑棋如果粘外边呢，这里缺着一口气，对白棋这块活棋呢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啊。对白棋这块有好处的。如果他硬要粘，强调里边的气的问题的话，白的这一打吃，再一贴，这边要真吃，这边也要真吃，黑棋不行。所以我们可以看成白棋粘的时候啊，黑棋是要走外边。那么在里边这个死活是什么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气全都紧住之后，白的如果做这个眼的话，这气相当于是这样的，黑棋可以逃这个，再打出这个，这样来杀白棋啊。那么我们看看白棋有没有其他的下法。就是说白棋打出是先手，扳是先手，顶是先手。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粘这个就活了，粘完这个之后，粘这个是先手，因为这地方有一段
断完之后再一挖打，就吃黑棋一个接不归啊。黑棋挖吃也是不行，挖吃完了，这有一冲完从后面吃接不归啊。那么，所以接这个是先手，接这个啊，接这个之后再接是先手。那么黑棋这个眼就已经是处于一种没法破白棋眼的状态了。如果黑棋这样冲着来破，破完之后这需要补一手，那么白棋打吃，再接上，黑棋不能破这个眼，破的话被一打吃，再一打吃，吃。吃死，所以冲这个不能这样破眼，走外面的也是不行啊。一旦被白棋粘到这个先手的话呢，白棋这一做眼，你没法这样破，打吃冲，接先手，关键是这一接，你没法再破进来啊，打吃打吃吃死了，所以白棋就已经活了。好，所以这一靠的时候，黑棋也不能凭感觉随便往外长一个。如果你往外长一个，白棋里边已经活掉了，而黑棋走的是这个扳，那白棋反扳下来，这黑棋不能跟白棋纠缠，白棋中间都是先手，这一翻打黑棋，难受。所以冷静立一个，再打吃，接住，冲，接住，粘，拐过，因为这都是白棋的先手，所以这肯定只能拐过，被挡下来的话，黑棋没活，好。拐过之前的先并一个啊，这是有好处的。这白棋不能往下，往下走的话被黑棋断了，所以白棋先飞，这时候要顶断你了，所以黑棋拐过。好，粗粗一看呢，黑棋都扛过去了，下边过了，这也并出来了啊，这边还要靠断白棋。但是呢，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啊！白棋先粘，黑的团在这儿。好，黑棋团在这儿。那么，这下成这样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黑棋还是没有解决。黑棋还是没有解决，白棋这一粘明显是先手，粘这个黑棋要从杀棋的角度必须走这个，那么白棋团黑棋杀棋的角度必须走这个，打吃是先手，粘这个的时候也就是说黑棋要杀棋的话必须粘在这儿。那么外边我们来看，外边这一打一贴，黑的应该是很难解决，这打了吃是真掉了，这边也真掉了，黑棋强行扳的话，莫非有一子解双针的手段？好，白棋拐到这的时候，这要打了真吃，这边又要真吃，黑棋这个应该也是不行的啊，这个虽然避免了这边真吃，但是白棋往外单冲的时候，这要爆吃死，黑棋必须得走这边，不管黑棋怎么走，这边被滚包，对，白棋可以滚包死黑棋，这样。打再打了，从这边卷了，照样真死，所以实际上
白棋通过这边的纠缠还是已经给自己找到眼位了，黑的太薄了。黑棋外围太薄，实在是这个白棋可以借用的地方太多。啊，白棋粘这个。黑棋团。实际上根据我们刚才的计算，黑棋已经杀不掉了。白棋顶。白棋下的比较狠，先把自己连回来。他不急着做活，做活的话可能就是说外边亏损了，这胜负还不是那么明确。白的先把自己连回，让黑的如果去逃单关，白棋再活，黑棋呢点刺，点刺，黑棋也是使出最顽强的手段，点刺完把这个粘上。黑棋也看到，如果现在黑棋就这么简单的逃，那被白棋捡命一活，黑棋肯定是不够的。这应急先刺一下，刺一下有什么用呢？我等会儿再看。他把这个粘上，把这个粘上就意味着白棋粘这个的时候，黑棋是要粘在这儿强杀白棋的。这样的话，白棋做眼，黑棋就可以强行挤进来，外边不存在那个争子的问题。好，这么一看好像白棋又开始告急了，当然黑棋这块也没走好。好，那么这个精彩的厮杀还在继续，白棋先接，这接一个把气长出来总不会亏，然后挤，这个是命令，只能粘跳，招法相当紧凑。黑棋也只有冲断一条路啊，贴背长出不去，死的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黑棋这一次实际上是引针，有这个子他把白棋针掉，可以暂时可以算逃出去了。白棋做个眼，做个眼，这时候问你杀不杀，如果黑棋杀，那么白棋打吃完粘再问你杀不杀，你如果执意要杀，那我接是先手，这一冲一打要吃死你。如果你走这个的话，这白棋可以先打掉，白棋不必要先把气撞，我们可以看到先打掉，如果走成这样的话，白棋贴，两头要争子的问题又出现了，黑棋解决不了。如果走这个，比方说这一打，打吃打吃先手加死，黑棋逃不了的。如果这个子放在这儿的话，那么我们简单看白棋就往这儿走就行了。这要争吃，这也要争吃，所以无论如何黑棋两边死一边。白的团在这儿，黑棋这时候不敢杀了，不能再杀了，再杀自己要被杀进去了。断打，断打呢没看出来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啊，白棋粘上其实也是可以的，粘上也完全可以，但白棋呢捡命做活，白棋认为够了，让黑棋提，这也是阿尔法围棋下棋的一个特点。他觉得，这样下就简单赢了的话呢，他就不跟你纠缠，用不着再去耗费他这个计算力，省点电。加，这要逃，黑棋呢，搬一下先手逃，先手防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冲的话，白棋有这一打吃的先手，吃这五个子还不好吃，有点别扭，冲这个的话还是打劫吃，黑棋跳下来，好，白棋拐吃，
那么下到现在基本上是比较清楚，白棋成功了，黑棋强杀计划这个以失败告终，白棋活出来了，活出来之后黑棋外边还有种种问题，这四个字啊，这一块都还没交代清楚。接住白棋下的特别简单，团这个就简明做活啊，他也不去想是不是接在这活会不会好一点之类的问题，他也不想。实际上呢，可以肯定的说，接在这儿肯定会比团在这儿好啊，因为黑棋走这个，白棋接，黑棋接在这儿，黑棋不可能杀的啊，等于这必须粘上，可以看成是粘这个跟团的交换。那么这交换一下对外边。黑棋会更薄，但是白棋团这个，他觉得已经赢了，好点差点无所谓。黑棋呢拼，点，拖，啊，这一挖是一个漂亮的手段啊，黑的能粘上。如果这样走的话呢，白棋一提再一打吃就把黑棋给断开了，这黑棋粘上。如果这样走呢，白棋这样走白棋一长黑棋就不行，黑的单粘，就把这个子吃下来，这一挖的效果就是能把这个子吃下来，活得很舒服。再一先手顶完接住，黑棋虎的时候，白的一跳，黑棋跳在这儿，黑棋现在下的比较撑了啊，因为走在这儿被白棋一尖顶也不舒服。但是撑在这儿呢，可能情况就会更恶化。所以阿尔法围棋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啊，形势不好的这一方也经常会出现一些惊人之举。啊，把棋先打掉，然后。逼过来相当大，黑棋一尖，白的加连通，这边贴还是先手，所以这联络绝对没有问题。给它拐一下，白棋贴住，拐吃是必须的。否则黑棋大龙没活啊，所以这几个子是奇经。白棋挤一下是先手，这一冲再一打吃扑，把黑棋扑死了。细腻一点呢，可以先冲再挤，这样黑棋将来还要收气啊，应该会稍稍便宜一些。但是呢，白的也不在乎这一点了，就打吃，黑棋把中间补好。跳一下，尖顶，然后再尖三三，走到这步三三小尖的时候呢，好，这棋呢下到这步三三小尖的时候呢，黑棋是认输了啊，是双方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啊，最终呢黑棋没有能够屠龙，白棋在制孤当中的一些精彩手段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计算很精准。好，那么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